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同埋碗畅水疗引进香港。我哋提供各项整全性治疗方式，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电话25773798，网址www.naturalhealing.com.hk。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今次同大家介绍的疗剂 Cyclamen Europium， 英文翻译就叫 Snow Red， 中文呢我们是叫做欧洲仙客来，这个草药欧洲仙客来 Cyclamen。 这个疗剂的关键的症状呢，就是那个病人呢就通常呢是很忧愁的，就好像自己好像犯了罪咁，沉沉默默，抑郁的沉默的抑郁，咁嘅人比较保守，唔多讲嘢嘅。咁仲有咧，就系佢眼嗰度咧，就有一种闪亮，嗰种眼嗰、那个个视力嗰方面嗰啲症状，有一种闪光啊、喐动啊，或者咧嗰、那个斗鸡眼啊，咁呢个有啲眼嘅症状。咁仲有嘅咧，就系嗰个缓晕吓，天旋地转嗰啲缓晕。好啦，个病人咧，基本上咧，你感觉到佢咧就好似即系好静嘅吓，即系忧愁静静地啊，自己屈住有啲嘢，但系唔再讲，唔肯讲嘢，好沉默嘅吓，好少讲嘢嘅，亦都好唔中意出街啦吓。咁、那个整体个感觉嘅嗰、那个人个精神状态就咁，咁同埋咧好容易嬲吓，即系好容易嬲，咁可能咧就佢脑海中咧谂好多啲，想象好多啲唔开心嘅嘢，自己沉迷喺自己嘅个思路嗰度，唔中意讲笑啦吓，咁样，咁亦都唔中意用脑嘅吓，好啦。咁用佢个精神状态，个病你望到一基本上你要感觉到呢样嘢。咁仲有咧，呢个病好冻，好怕冻嘅，吓，好怕冻嘅。咁同埋咧就唔中意新鲜空气。嗱、呢个症状咧，同另外一只咧，我哋叫做Pulsatilla。白头翁好相似嘅，咁好多时候咧，我哋去认识呢个疗剂咧，其实咧我哋就记得咧呢、这个疗剂同嗰个白头翁嗰个疗剂好相似，都系适合于比较上女性啊
嗰、那個金黃色嘅頭髮啊，金髮女郎啊，咁啊好多經期方面嘅症狀啊咁。咁好多時候咧，我哋會先用一用嗰、那個嗰、那個白頭翁嚟到治療，發現咦唔得喎 ，Pulsatilla 唔 work 喎、啊、咁樣樣。咁我哋跟住咧就要考慮咧，就係、是、呢、這個、那個 Cyclamen 啊，嗰、那個歐啊嗰、那個歐洲先客來呢個療劑。咁唯一唔同嗰、那個白頭翁唔同嘅地方咧，白頭翁係中意空氣嘅嚇，中意好涼快嘅空氣，中意户外嘅。咁但係咧 ，cyclamen 咧歐洲仙客來咧就啱啱相反，佢唔中意空氣，唔中意新鮮空氣，咁佢中意喺室內咁樣。咁歐洲仙客來咧仲有一個症狀咧，就係、是、佢通常咧出現嗰啲骨頭嘅痛，或者頸骨啊，即係腳骨嗰度咧個面咧，通常啲骨咧係。薄薄地嚇，冇咩冇咩保護性嗰啲骨面嗰度嚇，好似腳骨嗰度啊，嗰、那個嗰、那個頸骨嗰度咧嚇 ，tibia 嗰度咧就有啲有會痛嘅。cyclamen 嘅人咧食嘢方面咧係好中意飲檸檬水啊，但係咧唔中意食唔中意食肉，唔中意食肥膩嘅嘢啊，唔中意食麵包啊、牛油啊呢啲佢唔中意食嘅。咁佢亦都係唔口渴。嚇，同嗰個白頭翁 poster 都係好相似，唔口渴嘅。咁、那個人咧，通常咧都係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是、個人好似成日好想瞓覺咁樣樣，嚇、啊，好憂愁啊，嚇、啊，唔想做嘢啊，啊，個人成日好似想瞓覺咁樣樣。呢、這個咧就係嗰、那個cyclamen 嗰個重心係關鍵嘅症狀。如果你能夠見到呢啲咧，你就會諗到呢個療劑噶啦。好啦，喺治療方面啦 ，cyclamen 咧，歐洲先客來啦，就通常咧係用喺好多啲女性經期嘅問題嘅，啊，譬如經期過早啊，量多啊，太大量啊，啊，咁但係咧就當佢經期一嚟咗之後咧，一開始咧就佢會覺得舒服嘅，咁亦都可以處理一啲產後嘅流血嚇。嘅血崩啊，流血產後嘅，咁加上咧就一種下壓墜壓式嗰種痛，咁啲血一出咧，咁就有感覺好翻噶啦，咁請你記住嚇，即係當佢啲流血一流咧，佢可能經痛，流一流血咧，個人就舒服咗嘅。好啦，仲可以處理一啲冇懷孕嘅女性突然之間乳房有出現有乳腺嚇出奶，咁佢亦都好似嗰、那個 prostatella 好啦，佢啲有任何嘅病咧，佢中意行下咧就會舒緩到嘅。咁、仲有個鼻哥嗰度咧，就係、是鼻炎啦，加上嗰、那個冇咗嗰個味覺同埋嗅覺。好啦，咁仲有一個情況咧，我哋可以用到咧，就係、是、嗰個豆雞眼嚇。即係如果你能夠一見到有個病人有啲豆雞眼呢個情況，或者咧視力真係有啲怪怪嘅閃閃嘅星嘅光咧，咁你就可以諗一諗呢個療劑嘅。呢、這個療劑通常咧係唔中意凍啦，因為佢好個人怕凍啦，所以唔中意凍水啦，凍水涼啦，亦都唔中意嗰啲户外嘅空氣，中意喺屋企嘅。咁經期嚟嗰陣時候咧，坐低會差，同埋咧夜晚黑瞓低會差嘅。咁咩令佢舒服咧？喐動下嚇、會走動來舒服。咁咧去摩擦佢，譬如好似我頭先講嗰啲骨嗰啲痛嚇、頸骨個腳骨嗰啲痛咧，咁佢會做咧，佢磨下佢，去摩擦下佢，咁啊會令佢舒服啲。咁同埋咧係飲檸檬水嚇、檸水咧會舒服啲嘅。好啦，喺個消化系統方面咧。佢通常咧就食嘢咧就係食少少嘢咧就會好飽，就好似食蟲，好似瀨尿杯咁樣嘅。食少少嘢就好飽，咁同埋咧食咗之後咧，個人咧就好快咧就感覺到作嘔作悶嚇，即係食親嘢。咁好多食物咧口水咧都覺得一種鹹味嘅嚇，同埋個人係唔口渴啊。咁佢自己咧係中意學食咧就係個檸檬水啦。有啲沙甸啦、沙甸魚啦，佢中意食噶啦，好學食噶啦。喺唔中意就係牛油啊、麵包啊、肥膩嘢啊、肉啊、凍肉啊、啤酒啊咁樣。咁尤其是咧係豬肉啊、肥肉咧，係會令到佢
食咗之後咧係唔舒服嘅。咁同埋飲咖啡咧，會令到佢有吐瀉呢個問題。好啦，咁呢個療劑咧就係喺女性方面咧，經常用得著就係同經期啦。就係陳醫生講咧，經期咧係過早啦、量大啦，同埋咧就有有淤黑嘅血塊啦。如果佢喐動走動咧，就流量會減少啦。咁或者咧喺嗰個臨盆嗰度生嗰陣時候咧，嗰種痛啦，好似臨盆嗰啲咁嘅生仔嗰種痛咧，就會由背脊嗰度開始咧，就走落嗰個盆腔嗰度，前邊盆腔嗰啲咁樣嘅。啊，咁嗰個血量大，係啦。咁仲有一個好特別嘅治療嘅地方咧，可以應用嘅地方咧，就喺懷孕期間咧，嗰個孕婦咧係出現嗰啲打抑、打失抑啊，懷孕嗰時打得好犀利嘅。咁仲有個症狀咧，就係感覺到咧，個腹部裏邊咧，肚入邊咧就有啲動物喺度喺入邊嗰度。好啦，咁其他嘅指引應用嘅啦，譬如嗰個視力嗰方面啦，突然之間覺得視力有啲閃略嘅聲嘅視力，或者覺得個視力模糊暗啊，咁同埋咧係鬥雞眼嚇，記住呢個療劑。咁仲有一方面咧，就係個腹部啦、上腹嗰度咧，食咗嘢之後咧就好消化唔舒服，就好多咕嚕咕嚕咁樣嘅腹鳴呢種嘅。咁仲有就係個右大腿咧係有抽痛啦。咁嗰種痛咧，亦都有一種喺右腳嗰度咧，嗰種痛咧就好似係甩咗臼呢種咁嘅痛。仲有一種咧就係嗰個腳跟嗰度咧就係痛，就係呢個咁嘅症狀嘅。咁仲有一個就緩暈啦，好嚴重嗰啲頭暈嗰啲咁嘅樣，咁啊覺得咧周圍嗰啲嘢咧喺度旋轉嚇，呢個一個一個可以考慮嘅療劑嚇，呢個 vertigo 就是嚴重嗰啲旋轉嗰種感覺。咁仲有一個咧就經嗰個乳房啦會脹啦，尤其是經期之後啦，咁個痛咧頭痛啦，就通常啲扁頭痛咧一邊性嘅頭痛，嗱記住咧頭痛嗰陣時候咧好多時候咧就有呢啲閃光嗰種嘅，隻眼好多人都係嘅，扁頭痛咧隻眼咧有啲發亮啊，或者有啲閃閃嗰種咁樣嘅視覺嘅，咁或者咧喺腸胃不適啊胃唔舒服嗰陣時候咧嗰隻眼咧就有出現嗰個視力嗰個障礙啦，好啦。咁仲可以應用嘅地方咧，就係咳，尤其是嗰啲小朋友咧，係半夜三更瞓覺嗰陣時喺度乾咳嘅，咳到咧就可能話係唞唔到氣啊，呢種咁樣嘅情況嘅咳。咁仲有一個應用咧，就係嗰個吐瀉，陳醫生講咧，就飲咗咖啡之後咧就會吐瀉啦。咁同埋咧，肛門咧好似有點嘅痛點，係好似損咗呢個痛點嘅，當佢行路或者坐嗰時候咧，就特別感覺得到嘅。好啦。Cyclamen 咧係一個好得意嘅療劑，我通常咧知道呢個療劑咧係同嗰個白頭翁嚇 Prostatella 咧係好相似嘅，咁但係咧佢亦都有 Prostatella 好唔同嘅地方咧，就 Prostatella 咧係中意新鮮嘅户外空氣，而 Cyclamen 咧係唔中意嘅，咁 Cyclamen 咧就好多啲情緒方面咧係比較低落啊、深沉啊、唔想講嘢啊咁樣，咁有好多啲視力嗰啲。嗰啲視覺嗰啲嘅問題同埋緩暈嚇，咁大家遇到呢啲嘅情況咧，可以記住咧 ，Cyclamen 呢個療劑。袁醫生頭先介紹咗嘅同類療劑，覺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咧？係唔係就係你嘅靈丹妙藥啊？需要嘅話，有關同類療法療劑可以喺銅鑼灣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同埋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系25773798或者28824848，大家亦都可以喺网上订购，网址系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